满足所有女生幻想的情节，同居。我娘子喜欢安静独处，这里人确实多，着实吵一些。行，你再待会儿吧。好。男朋友去洗澡，传来男朋友的呼唤：“小川啊！”叫拿衣服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那我可就光着出来了。进去后被熊抱。最后